在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面行，到底怕不怕呢？大阪阿培野 Helicus 300展望台去年推出了 HD Helicus 高空挑战，参加者要在300米高的天台边缘上面走一段路程，参加者要着上连身衣，扣上安全带，好严格的准备就绪，即刻出发。冇玻璃隔住，成个大阪市一望无际。后面啲人好细粒啊，个感觉就好似做紧极限运动一样。哇，好惊啊，好惊！哇哇哇！翻去之前，工作人员会帮参加者影张相留念噶。